把这个也搬回去，哇，看好嫩啊！把它挖起来，这个也别浪费了。这里也有一个，天地都是，这个竹林里面有好多竹笋，有的已经老了，有的还很嫩。我们多找几个搬一点回去吃。这里发现一颗野菜，我们叫黑果菜啊，这个里面有没有吃过的？ 煮汤吃特别好吃，多采一点回去，好嫩。我就喜欢吃这个。在这里发现一颗马松果，已经熟了，我们摘一点下来吃。你们看那边急了好多，太急了，哇，全部都熟透了，开吃一个。这是刚刚采的野菜，还有竹笋，还有这个马松啊，是不是叫马松？ 我后面这一颗全部都是，全部都熟了，开吃一个，嗯，酸酸甜甜的，我觉得这个树上想起来特别。